电影《舞剃道》日前顺利举办电影首映礼，监制陈罗超、导演梁冠尧、梁冠信、主演刘俊谦、伍允龙，连同戏内一众演员出席，现场 fans 反应非常热烈。我喺戏里面咧，饰个角色叫做龙仔，即系佢系好热血嘅一个人啦，好中意武行嘅。大家好，系我。咁啊，我演梁少威，系啦，咁啊就一个武打明星啦。咁喺今次嘅合作，我觉得喺动作上学咗好多嘢。咁D哥係無論式咁樣同我分享好多關於無論係動作啊，無論係點樣 set 位啊，好多武行嘅一啲知識俾我。我哋呢一套應該一套動作嘅電影嚟噶嘛，所以咧我哋想邀請導演同埋 Philip 允龍示範一啲嘅動作啊。要做啲乜嘢啊？又要做啲乜嘢啊？哇！當日已臨近伍允龍、劉俊軒生日。全场为他们大唱生日歌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。戏中刘俊谦饰演舞狮，唔知俾人打会唔会好辛苦呢？首次挑战由六楼跳落嚟，又会唔会好惊？其实最辛苦，其实打人系辛苦啲噶，因为俾人打咧系冇乜心理恐惧，最多俾人打到啫，你明唔明啊？但係嗰陣時最驚係有時打人咧，好驚打親人嘅。咁拍出嚟就會唔好睇咯。跳落嚟驚噶，驚噶。咁都跳咗幾次，但係其實都驚噶。你企喺六樓咧，望住嗰啲箱咧，其實好細粒嘅。雖然有威啊，你都會覺得咦？會咦？哇！咁樣嘅。係咯，咁啊，下一次就高啲跳落嚟咯。高啲咪得啦。想知道更多精彩電影活動資訊，請密切留意 Now 爆谷台啦！